好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銀河飛馬大漏閘啊，咁前面快嘅馬見到外邊位置有真精彩嘅粉紅衫啦，咁中間維港奔流出邊咧仲有進爵士啊，內欄紅衫第三位咧，咁就係人和嘉誠啦，咁灰馬第五位喎，咁就係快利寶啦，內欄第六位咧仲有呢只快樂海船啊，響出邊瑞進良區啊，後啲嘅馬啦，尾四粉紅衫咧就首飾傳奇啦，尾三紫色頭罩咧就星際精英，尾二平山新星暫時大墮後咧就係嗰只銀河飛馬。好啦，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啊，前面方頭係嗰只真精彩啊，咁啊粉紅衫噶，即係嚟咗個零身位啦。咁啊見到第二位係進爵士啦，內欄第三位人和嘉勝，出邊灰馬咧仲有一隻快利寶啊，再後邊嘅第五位啦，中檔位置就維港奔流啦，內欄咧就快樂海船啦。咁啊粉紅衫咧，咁啊第七位咧仲有首飾傳奇，後啲先有星際精英啊，咁啊平山新星嗰啲馬入精彩嘅直路啦，前面真精彩放順咗啦，即係嚟咗個幾馬位噶啦，見到人和嘉勝係中檔追緊啦，外邊進爵士啦，出邊維港奔流亦都殺緊上嚟，內欄嗰邊仲有快樂海船啊！最後一百米到，真精彩仲係佔先啊！外邊維港奔流一路上跟嚟，埋邊咧就人和嘉誠啊！接近終點維港奔流外邊冚上嚟贏啊！真精彩第二、第三名人和嘉誠啊！咁啊，至於第四名咧要影相，有進爵士啦、快樂海船啦，同埋首飾傳奇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嗰只真精彩放到臨尾幾廿米先至力弱，維港奔流過佢，人和嘉誠第三、第四名。咁啊，同埋嗰只咧，人和嘉誠係好近嘅，就係首飾傳奇啊！何銘連起個馬，維港奔流贏馬，跑第二就真係加個眼罩，好快啊，真精彩！第三係人和嘉誠，第四啄落去咧，哇，好闊啊個彎又係。